夏日中奖开运王。诶、欸，师傅，见你拎住个罗间，系咪想指点阿迷津赠翻我几句啊？是啊，今个夏天想中奖，其实真系话都冇咁易噶。不如我由抽奖嘅旺区讲起先啦。今年丁酉流年，一百大财星飞入中宫，香港嘅正中位置，好似沙田啦、黄大仙、荔枝角、荃湾、大埔同埋尖沙咀呢几笪地方都零舍已中奖噶。全港咁多百佳，系要去呢几间？阿师傅啊，有冇话买嘢要买开啲乜嘢运财银马先有易啲中奖噶？咁梗系要啦。嗱，唔讲你唔知啊，好似三同八咁啦，咁啊即系三三八八啦，咁啊代表好意头咯。仲有九添啊，即系长长久久咯。咁所以如果你买啱啲人马系三十八啊、八十八同埋九十八，咁啊长中长有，奖品多到冇朋友咯。都唔够一百蚊，师傅啊，我知道买指定货品抽奖，中奖机会又会大啲。冇错啊，丁酉年八百旺财之星飞临东方，大家可以考虑买啲植物，好似生菜啊、西兰花咁样，放喺你屋企东边嘅财位嗰度，又或者买支红酒，得闲倒出嚟，企喺个财位嗰度，啷下啷下咁样，做到水流动嘅效果，咁都有可以催旺噶。买指定货品。多次抽奖机会，又关于杯红酒咩事咧？师傅，咁生肖有冇影响啊？嗱，今年属龙、蛇、牛、马嘅朋友咧，就有吉星临门啦。咁咧运程都比较好噶。至于属虎、羊、猴、猪嘅朋友咧，佢运程普遍嚟讲都唔太差噶，都有呢个中奖运嘅。至于属鸡、兔、狗同埋老鼠嘅朋友咧，佢哋咧就今年虽然犯太岁啊，但系正所谓搏一搏冇贫搏啊嘛。咁咧分分钟咧都有呢个横财运噶，咁咪即系人人都有奖攞。师傅，咁系咩玄机咧？啲嘢好难解释嘅，唔通我识啲独门绝学又同你讲咩？中谷中奖靠食脑，千祈咪走宝。